像电风扇够不够，需不需要一把力扇？现在不用。没有，那可以啊哈。你想说力扇的话，你这边会再凉快一点。好，辛苦你了，这边还蛮热的。啊，对，这边应该还好。谢谢。啊，这个。那是五年级老师的教具。好，那有一些这些器材如果不足，有需要的话再讲一下。好。好 ，OK。好。这是小一点。